苏晏霈生日愿望盼买房，效法王瞳拥四屋。苏晏霈，中，举办庆生趴，王灿、方欣、娄欣彤、王建富、王瞳等艺人好友们现身祝贺。图记者林调讯社。2018年4月7日，艺人苏晏霈今七日举办生日趴，圈内好友都到了，包含在民视八点档《幸福来了》与他有纠结情感戏的王瞳、王建富，两女抢一男的戏码，相当虐心。王瞳出道18年，拥有4房产，台北2间，高雄及台南各1间，堪称戏剧圈的房产女王。苏晏霈30岁生日愿望则是效法王瞳努力赚钱盼买房。苏晏霈许下生日愿望，希望身体健康，还想要帮爸爸妈妈买房子，目前已经筹措了2000万元在看房中，希望可以早日达成愿望。对于买房秘诀，王瞳笑喊，秘诀就是把钱交给父母管。王瞳先前因为工作忙碌太累而与父母起口角，她很庆幸目前已重修就好。至于与男友爱成是否结婚，她笑说，27、28岁时少女情怀总是痴，现在已经过了想婚的年纪。苏晏霈与王瞳上演亲吻秀，图记者林调讯社。2018年4月7日，至于戏里精彩的三角虐恋，王建富坦言，我真的不知道要选谁。他透露近日三人哭戏超多，眼睛几乎跟马卡龙一样肿。一次咬伤两个女生的心，我内心真的很不安。一旁的苏晏霈和王瞳则搞笑回应，不哭不哭，眼泪是珍珠，文龙把我的珍珠还来。我们想喝珍珠撞奶，两女随即撞胸，场面逗趣。